上闸都也不给我们加速了，要经过也不让我们加速。不知道公司的人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只猫，要不然你要去一只回来一只，去拍一次回来拍一次，咖啡 double care。那到时候罚单出来就好笑。我们不是中一张没有保全安全车距吗？很白痴，那你在台南？可惜，这是白痴。那就只有。台南下去南部就只有一个左转大兴路，然后右转。而且每次就那个天桥上面，欸、靠背拢了嘞，碾过去了。这个壁纸，这谁家的狗？这个挂，这一定挂了。哇，他抽去一下就死了。我这种狗真的很白目。让我去旁边了，走了啦。好了，走。喂。没有外伤了，撞到内伤死掉了。对啊，他没有流血呢。那没救了，在我们面前被碾。哇，这细跳跳啊！他原地抽搐很多，现在才死。阿门，他跑过去给重新计算中。啊、那来不及闪了、啊。